大家好，我是石宇，在实地堪舆中进到了对面这座大山，是一座方形的大山。我们看两边的山形地貌，面对大山左边，这里有一个山峰，接着再往左边还是绵延的山峰，我们看右边，右边这里也有一个山峰，往右还是绵延的山峰，以中间这个方形大山为中顶，两边的群山，两边的山脉相对比较对称，所以中间这个方形大山，方形山峰开仗，别然汇集着好穴大穴。这个好穴大穴应该就是在方形山峰中间出脉的接近山顶的这个地方，或者这个大山的山上也要集着大穴。这前面是大江，现在是水库，以前是一条大江。如果这个方形大山作为朝山，我站立的这边的山上肯定也会集好穴，因为从我站立的这个方位，这个山上它的朝岸至少来说就非常端庄漂亮了，还有水，左水倒右，金城环抱，所以我身后一定会有一个好穴。我们绕拍向我身后的山体，这就是我身后的山体。根据分析，这个好穴一定在这上面，我们到这上面去勘察，看情况怎么样。到山上反复勘察比对，最终找准了穴位，这是朝岸山方向，这个大方形的山峰作为朝山，非常漂亮。两边的罗城也非常对称，下面是库水，金城环抱，我们详细绕拍一遍。这方地就是看到对面的朝岸非常端庄秀美，由此向后面的山上，到后面的山上去追查穴位，而追查出来的一方好穴，一方好地，这在实境堪舆中是经常用到的一种方法，
也就是以朝案他的具体情况来反追后龙山的积雪，这种方法是堪舆的一种基本方法，但是也是最实用的一种方法。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点个红心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